他好孤单哦。一个人生活在异国他乡，生活在不适合自己的一个状态里面。我永驻申请又被拒。患者さんもご家族の方も手術の後で妊娠できるかどうかなど考えずに。 当一个女人面对身体的问题，一个人在外工作的问题，对李丽丽来讲，自己已经走不出的一个困境。大丈夫。所以说她没有安全感，而且没有人帮到她去认识到自己，不停的在找一个安全感。她追了我好久，我答应了。她有的时候难免会对于生活是没有信心的，还不如就算了吧。 你如果认真的再给自己找后路的话，我不拦着。我就越想自己觉得自己好憋。你怎么来这种地方打工？哪种地方？他非常孤独，又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抓。他都没有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如果他要永住，能给你一个身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我不拦着，你去。我他妈要的不是你的可怜，你他妈的要是不会好好说话，你就走。 不来西德兄，德兄，哎，或者是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的生活，或觉得他觉得还可以更闯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他就是一步一步这样走来的。那个小李说：“哇，你看他好孤单呀。”张颖就说了：“我特别喜欢那一句话。”那不是孤单，那是显眼。广为他是一个女生，她永远要有一种武装。刘浩中那几个死老头做超大盘。 收到。吃死他！只要一个人是很真心的活着的时候，没准吃苦的过程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过程。对自己的一种反抗，对自己脆弱的反抗。我只会往前走，不会转身也不会回头。就像鱼在缺氧的环境里面，它也在奋力的鼓鳃和呼吸，在泥泞的水里面，它也依然在活着。来，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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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孤独，稍微勇敢一点。如果可以给别人温暖的时候，给别人一点温暖。他打开自己的心，有病啊！做一个很诚实的人，哪里都会适合他。如果我就是属于这个位置，诚实的了解自己，明白自己，做回自己，这有什么不好呢？哦，花が汚い。哦，大丈夫なさい。